就咱副董事长，咱贵副董事长，以及咱的干事吼，来率团归农做会吼，听完今仔日的录音吼，感谢我们台湾法人台北服务室，我们郭副董事长郭晨忠郭副董事长，以及郭志良监事、詹宪雄监事，辛苦了。今仔在咱表情的这个是朝天宫妈祖婆驾前的报备。要来甲咱的葫芦丝观音佛祖，啊，甲咱的文尊神来禀报，咱的绕境五关拢已经行完了吼。多谢咱的布袋啊，咱布袋啊，咱今仔日也辛苦啊吼，一脚两只脚，北港金城孙开路口，金城孙开路口，伫咱清朝同治五年。清同治五年，由咱北港在地咱的老师范所创立的咱的金城孙开路口，作为咱北港朝天宫妈祖菩萨出巡绕境的时阵，沿甲一个开路口顶头，听到咱北港的开路口，就代表着咱的妈祖就伫要到位，掌声欢迎金城孙开路口。保存超过150年，咱的传统的优良的表演团体，这是咱不但金城孙开路口。那非常高兴，恭喜孙孙开路口哈！我们看到哈，他保存了我们全台最大的这个。
次吧。我们这边是哈，是即将。
老板，你别换。足够了哈，哎，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们哈，唱的是非常。
港潮地宫执事台团队。北港潮地宫执事台团队是由北港妈祖志工团所率领的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志工好朋友们，来自全国各地一起组成的北港潮地宫执事台团队。北港朝天宫执事台团队，有别于一般的这个团队哈，我们通常前会把我们所有的执事台人员、工作人员会写上书文，跟我们在前指定的时间跟我们的朝天宫的这个正殿的妈祖来请师父诵经祈福，写上书文诵经祈福哈，那也祈求妈祖庇佑哈，把我们此次的这个任务能够顺利圆满完成，也祈求妈祖哈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参与的志工好朋友们都能够阖家平安、心想事成。那在这里也代表我们北港朝天宫及我们妈祖志工团，欢迎我们所有好朋友们想要正妈生活为灿烂想要为妈祖们尽一份心力的好朋友们，也可以密切锁定北港朝天宫的网站，还有北港妈祖志工团的我们的网站，都有我们每次任务我们每次任务初始的时间可以让大家一起与神同行，为妈祖佛更妈祖佛他难养出他的毅力跟信心养出他的恳行，在这里欢迎各位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谢谢。来更上哈，更上哈，咱来听着哈，咱来现场还有我们现场啊，各有咱的这个洪将军洪将军也即将来到现场了，在我们蒲将军即将来到现场的所有好朋友们，掌声哈。
时阵，咱的叫班人员，吼、哦，喊出“轰”来的时候，麻烦大家，会记念着“轰撒”，“轰来轰撒”的表示讲，吼，“轰来”表示说，咱的空中军奔跑有如风的声音，“轰撒”的时候就表示说，咱的空中军吼叫的声音，那意思就是讲。辛苦啊，尤其是忍受着我们的这个炮火的这个洗礼啊，哈，坚持就是要护送的我们的虎将军完成整个绕境祈安的任务。首先我看到的是我们的顺风耳将军，我看到的
七十周年哈，我们的这个巡安绕境活动哈，北港哈，能够咱的廖天公能够一起参与十次的盛会哈，把咱的北港传统美好，北港传统美好带来了我们的台北地区啊，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跟当地的民众一起交流。会来这边加板哦，哎，刚刚是欧豪人家来的。再往后，那边再往后，去大家都看后边的，绝对要看后边，无法做乱叫进不来，拜托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运昌隆，社会祥和，再上香。恭祝朝天宫天上圣庙，千秋千千秋，三上香。祈求朝天宫天上圣庙，以由台北葫芦丝董事会全体董干事及楼下众信士代表，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吉祥如意，请入香。葫芦丝董事长郭江源。率领全体董干事，再用朝天宫天上圣庙銮驾，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我们再次感谢哈，感谢咱北港朝天宫全体董干事，以及咱所有顶头以及球班的工作人员，我大家一路辛苦哈，我大家一路辛苦。拜托，哇，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们插香，来，来，卖安尼钱，拜托各位好不好？我拜托各位，卖安尼钱，不要再挤了。老婆上来动点点，妈祖的提扎起甲回暖。好来，慢慢来，慢慢的来。叫钱只能一个。你这边要消化掉，在我收在我靠，就是这么多人，好不好？不好意思。
刚刚刚刚帮赵回暖，掌声鼓励，谢谢我们北港的团队，谢谢我们北港的团队。